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和。对，今天是周末了，所以阿和叫上他的同学阿璇和阿草，我们一起去怀念湖。看看吧，美女又在路边上拍照了，直接就在这大路边上拍照。阿璇，旁边车来车往的，有点危险呀。好了，太危险了。危险。那个车来车往的，还在这儿拍照。哎，受不了这越南女孩。准备回去吧。回去呀、啊。嗯。好吧，走吧。没出发，现在准备去好吧。看看又对面又来俩小美女，漂亮。都坐在这里喝东西，有很多美女，大部分都是情侣吧，一男一女。卖的鲜榨果汁，这里都是。来，我回来。柠檬汁。下面有卖这种酸水果吃的。哎，好一堆了，盖子呀。啊？在孙女，以前这里是那个水这样。哦，现在没有。对，现在没有了。哦，这是咖啡。哦。之前这里有个喷泉，现在没有开，但是周边围了好多人呢。可以看到这路边都好多小年轻呀，周末了都出来聊聊天，这路边全是的，都骑着摩托车。所以在越南要买一辆好一点的摩托车，带着女孩出来玩，很简单，就出来溜溜风就行了。好了，我们要去取车了，回家。OK。路上人少一点了。安德安黑了，安德安。OK。跟着导航走，找到了这里，来这吃点东西。走吧。走吧，去这里面。看老板是做烧烤的还是什么的。好东西。楼上也有，直接烤肉吃。có đủ món là mấy chị đã được trong một suất rồi. 这个是越南的菜单，点烤肉，然后点了一些喝的。哇塞，全是肉，生肉啊，也烤的是。韩国烤肉，涂满这个油，然后放肉。这个和我们之前吃的是差不多，是吧？龙腰。以前我们也吃过了，不过不是这里，是别的地方。啊，就是在。我们家。对对，在那里，我有之前我有拍嘛，那个 video 啊。你很喜欢吃这个呀，是吧？这个都是什么肉啊？不过这里地前一点。哦。那边是。那边还高吗？那边一点。那个是抹香奶，这里是。
这个是猪肉还是鸡肉啊？腿牛肉。腿包啊？对，牛肉和这里牛肉的。这个呢？这个也是直接放。这个直接吃。也是直接吃。这个很好喝，你吐一下。好的，好的。看见人家越南女孩就在拍照了。兄弟们来越南之后一定要记得请越南女孩吃一顿这种烤肉。没有什么是一顿烤肉搞不定的。肉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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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肉阿草想要拍一张照片。用青菜包肉，再放一点点酱。啊，越南，这是越南的吃法啊。他做这拌饭。你妈妈。阿和。有很多朋友问阿草的一些问题，让我问他的联系方式，联系。就是联系阿草吗？我们今天问一下阿草有没有男朋友，好吗？如果有的话，大家也不用问了嘛。没有的话就可以，也可以聊一聊，好吗？所以你问好吗？你问。他问，他们朋友又说，广东人，我就没有，没有，这广东人又这。那前呢？你有朋友男朋友了吗？有了，有了。那小孩没有。这里有贵宾，刚才你爱和俺，没脸和我俺。看看这肉怎么样哈，兄弟们。没事。OK 了，现在好了，这样。我说有人有很多中国朋友想联系他，认识他的话，他同意吗？没有人好呀，你有没有门面黑的妹啊？能见面吗？如果你住的近，你说他说还没认识，还没知道一起怎么可以去呀、啊？所以他说先联系挪一卷，对，挪一卷，然后了解一点点他说，然后他敢去。OK， 行，朋友们也听到了啊，阿草现在是有意愿认识大家，所以有喜欢阿草的要把握好机会了。你问一下阿草，将来满离中国生孙空空啊？他想去旅游吧？旅游嘞？对。为啥啊？他说，通关一样是通通关的。听những con người muốn kết bạn với em đồng ý không？好久，小薇。OK。大家也听到了，阿草、阿璇都想认识更多朋友，所以如果有想认识越南女孩的，要把握住机会哦。好了，我们已经吃完了，大家看一下，全部吃完了肉，还有一些青菜。好了，我们现在要回去了，拜拜。